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陈草莓钢弹基地。水星的魔女第二季即将要在本周上映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开箱的就是在第一季最后一集登场，以及在我们第二季的开头，使用的主角机风铃钢弹修改型。Yeah。哦，那么本来一开始啊，我有一点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当初铁血孤儿第一季跟第二季中间啊，主角猎魔钢弹就可以换一只，那这一次却在两季中间呢，最后跟开头，第一季的最后跟第二季的开头没有换机体。不过后来我去查了啦，毕竟当年铁血孤儿两季中间相隔了一年的时间哦，那这一次水星的魔女两季中间只隔了三个月，也就是一季的时间而已，所以呢机体没有更新，然后呢剧情上可能时间也不会相隔太远啊，也是情有可原。不过万代错过了这个卖模型的机会啊，希望他之后可以多出一些比较帅的模型让我们可以买。OK， 那么今天呢这架风铃钢弹修改型啊，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其实主要就是大家都觉得它有一个部分让大家觉得有点可惜的，就是它本身的彩度，就是配色有点太低调了，然后外形呢也没有那么有特色。OK， 你看像是它的这个配色啊，基本钢弹的红蓝黄白配色啊，到了他身上大概就只剩红蓝白配色了，红色几乎是不见了啊。黄色的话，你看除了这个尾翼上面的这个小小的可以展开的这个小小尾翼之外，黄色可以说是没有哦。那本来盾牌上面的黄色喷气口也没有了，对不对？所以看起来就会比较低调，而且本身原本风铃钢弹那种比较大腿比较粗壮的那个感觉好像也消失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帮大家比较一下我们前后两代风铃钢弹的差别在哪里。 OK， 首先呢就刚刚提到了彩度方面，我这一盒是我的风铃钢弹啊，是已经贴上了那个 Yoasobi CD 联名款里面所附的贴纸，所以看起来会比原本再更花俏一点。不过其实拿远一点去看啊，本来的风铃钢弹身上就有红色、黄色、蓝色都很明显，像是胸口啊这边领口是有黄色的，那腰间也是有比较明显的红色，那更不用说脚底也是标准的红色啦。所以在这边感觉上你的修补型、修改型呢，就会让人家觉得比较低调一点。那么再来呢，就是盾牌。盾牌你可以看到这个原本风铃的盾牌上面有两个黄色的出气孔，那到了修改型上面几乎是就只有蓝白一片而已哦。尤其我这个没有上墨线的，看起来更是白花花的一片，而且它本来设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看起来真的是有点比较低调啦。 OK， 那么再来呢就是体态的部分，这样子两只拿近一点给大家看的话，可以看到原本的风铃啊，这个大腿是一个比较圆形的感觉，所以看起来会比较粗壮。那到了修改型呢，它的大腿上面这一块变成一个小小的接近方形的形状，所以看起来又会再更瘦一点。那这就是这两款的差别。当然，另外你说天线多了中间的两根，可以看到天线多了两根，也许在剧中算是加强它的通信能力吧。那么再来呢就是背包，本来的风铃钢弹是原装是没有背包的，那到了中期才加上一个高机动型的背包，那这个修改型呢本身就是具有一个背包在上面。 OK， 那本体上的差别呢大概是这个样子。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看武器的部分，看一下这一把，这是原本的风铃钢弹的武器，一把来福枪。那来看看这一把是修改型的哦，有没有那个长大很多啊？你看这两把比在一起，大概差了快三分之一的部分。那我们新版的这一支来福枪啊，也还有除了变大体积以外呢，也还有其他的机关，等一下我们再来玩给大家看。那么再来呢，来看看的是盾牌。这个呢是原本风铃钢弹的盾牌，那这个呢是修改型的盾牌。
那两个盾牌啊，都是由11个紫姬，是11个吗？数一下，1、2、3、4、5、6、7、8、9、10、11，对，都是由11个紫姬所构成的，拼成一面盾牌。那么这11个紫姬呢，也一样都可以个别拆解，然后装到本体身上去。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不展示给大家看了，因为我觉得其实，装在身上看起来哦，对本体的外观上没什么太大的影响了，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个盾牌，到了修改型上面就有更多的玩法 ，OK。那这个盾牌啊，我们就是可以一样把它一个一个紫姬都把它分别拆开来，那我们就把它拆开。那像是这两根呢、啊，可以装到本体背后的这个推进器上，让这个推进器。装到推进器上应该是可以加强它的机动力吧，不然装在上面的话，难道只是为了收纳吗？也不用收纳吧，你这个紫姬不是可以在自己在旁边飞来飞去吗？OK， 装在这个推进器上面呢，会让它看起来更加修长，有一点像那个攻击钢弹、攻击的翔翼背包一样，变得长长的。那一样可以把这个黄色的这个尾翼拉出来，更有这种飞行的感觉。OK， 那么另外呢，就是刚刚提到的我们这把来福枪的玩法。这把来福枪呢，其实它是可以延长的在剧中是可以延长，然后变成双手去手持的。所以这边我们要来变形看看。不过因为毕竟是 HG 啦，它是不具有变形的功能，只能用替换的零件。所以我们这边让大家看看，首先这个枪管延长的部分呢，就是把这个拆下来，然后呢拿出我们的延长型的炮管装上去，这样子看起来就会有一节两节这个炮管的拉伸。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把手，左右握持的把手呢，也是要用替换的零件，把这两个拆下来，然后呢拿出我们的手持零件，在这里装上去。 OK，这样就完成了这个左右手持的握把，然后最后再把这个后面这个也拉长，这样子炮管的延长就完成了。那另外还有这里也不要忘记有一个支撑架打开，这样你在手持的时候呢，就可以像这样子撑在他的腰间，两手握持，然后撑在腰间吸收他的后坐力。OK， 那么接下来呢，这把枪啊，除了可以这样子延伸的玩法之外，也可以把我们的紫姬装在它上面去增强它的火力。那这边我们现在就来展示给大家看看。那这是刚刚的那些盾牌的一些紫姬哦，我们继续把它拆开。好的，全部的紫姬统统拆下来，一个一个分解。那还有我们刚刚在推进器上的这两根也拔下来 ，OK。那再拿出我们刚刚的来福枪，然后把刚刚这些东西一个一个都拼上去，还有固定的位置，不过没有防呆，所以每个接口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有可能会不小心搞错，所以这一点大家记得说明书要自己看清楚。好。接下来是这里，我记得当时在剧中啊，他要发射之前这个紫姬拼上去的画面看起来是蛮帅的，然后这个是底下的，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两管最大管的把它装上去。好了，完成，这一把就是我们的风铃钢弹修改型，它的强化火力的这把来福枪，看起来真的很猛的齁，有一点那种战队啊，战队五人他们的武器合体的那种感觉。OK， 那么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开箱的这个风铃钢弹修改型啦。那接下来我们第二季就要上演了，看看这一次接下来大河内一楼编剧在第一季的尾声给了我们今天一掌。没了，那到底第二季还会玩出什么花样呢？到底剧情会有什么改变呢？
会有什么进展，那我们就继续拭目以待吧。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或是开启小铃铛，或到 Facebook 粉专页按赞。车上美钢弹基地，我们下回见，拜拜。